立法會主席，會議現在恢復。有冇委員要發言？梁家傑議員。主席，我想提一個程序的問題。主席，我想根據《議事的規則》第40/4條提出一個休會待續的議案。主席，在上星期，余若薇議員呢提出一個休會待續的委員會階段的議案，同而家呢距離一個星期在政治上呢的確是很長。在這個星期裏面呢有了很重要的一些改變呢，就是主席，我們見到我們還剩下的會期呢又少了一個星期了。我們現在排緊隊有關民生要審議的議案呢是有16條咁多。咁呢16